马来西亚班丹英达大幼儿园在吉隆坡静思堂举办第十二届毕业典礼。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，又叫孩子在师长的祝福下迈向另一个旅程。相信啊，有爸爸妈妈的陪伴，孩子是最幸福的。那我们请大家呢，一定要让这一颗颗的小幼苗茁壮成长，成为一片片的菩提林。孩子的教育，亲师生共同参与，父母是孩子的模。我问过我的孩子，我说爸爸的言教或者是身教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当然是身教啊，你们每天这样念的，我这边听，这边处的啊。但是你们的言行举止，每一个动作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大爱幼儿园教育重视品格与心灵健全，节目呈现看见孩子的勇气。长期接受人文教育熏陶，孩子更有爱心。今天的毕业典礼感觉如何？很温馨，真的很温馨。我觉得大爱的小孩子是最快乐。三年幼教生涯，孩子学习成长，父母也有所改变。这三年来，其实我跟他同仁其实是一起开心，学习，脾气好了，耐心也有了。毕业也代表孩子的未来才刚要开始，小娃带着师长们满满的祝福，准备向前迈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杨文辉和永康，马来西亚报道。来自班丹英达。